采访报道。好，母亲节当然就要给妈妈最好的，尤其是常年在厨房里烧饭的妈妈，我们更要帮助她远离油烟的污染。南加州有一间开业将近30年的华兹抽油烟机生产商，新推出这个皇家系列产品，搭配全新设计的平底炒锅，帮妈妈照顾全家人的健康。抽烟机你买对了，油烟完全抽掉；如果你买错了，他不抽，你妈妈再帮忙抽。有什么比妈妈的身体健康更重要的？打出84度专利仰角设计以及超强吸力两大特色，不管油烟有多大，都能一次吸光光。迎接2014年母亲节，业者特别推出全新设计的皇家系列抽油烟机，主打坚固耐用、好拆洗，让原本容易藏污纳垢的厨房转变成洁净美观的生活空间。这个不锈钢的油杯，大家可以看，非常的美观、实用、大方。这是我们今年皇家系列的一个特色，甚至于这一台 KW 型的比航空母舰还要坚固。不止抽油烟机有新款，年年热卖的钛合金炒锅2014年还结合最新的平底设计，不止继承耐磨耐刷好清洗的优点，现在更适合在电炉上使用，方便妈妈随时大展手艺。里面是没有纹路的，清洁更容易，甚至于呢有平底锅呢，家里如果是玻璃面的电炉了，都非常容易的使用。鼓励美国华人过母亲节，帮妈妈添购一份厨房健康好礼，不止油烟吸光光，帮妈妈的健康把关，也方便她天天下厨房，兼顾全家人的健康。多种耐用商品网络上都找得到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把握母亲节优惠。东森新闻叶荣志、殷宏文在洛杉矶的采访。